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豪华版的热浪战机王。看过动画片《巨神战机队之轨道先锋》的小伙伴都知道，热浪战机王是有多种形态的，这款玩具也是一样的，可以变成列车状态和零售状态，最后合体变成机器人，而且还有进阶玩法。加上我们的龙虎战机王和风雷战机王，可以合体成超神创机王，在列车状态下还可以合体成一个长 2.18 米的轨道先锋。视频的最后我会让他们来一个大合体。这个呢就是热浪战机王的列车状态，焰凤号和臂甲号，把每节车厢分离可以组装成零售状态。这个就是零售臂甲，臂甲对应的是上古神兽玄武，也就是神龟，整个状态还是很像的。下面我们开始组装焰凤。哇，这个焰凤看着很霸气啊，配色和线条太棒了，特别是它这个翅膀。我们看后面，原本是车上的这个花纹和翅膀搭配的也是刚刚好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最后我们让他们合体。热浪战机王的武器是这把热浪圣剑，必杀技你们还记得吗？重头戏来了，把我们的龙虎战机王拿出来，这两个组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？马上揭晓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巨神战机王，合体之后更加高大威风了。如果再加上我们的风雷战机王呢？超神创机王终极合体，超神创机王降临。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，看看这气势、高度，还有这一身的装备，可以说是所向披靡。前面我讲到了，在他们的列车状态下，可以组成 2.18 米长的轨道先锋。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最后我们用这个连接键把他们连在一起。轨道先锋，巨神出击。向着目标前进。